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。今天下午我进行了这个段位的直播，青青紫金已经在大家的助威声中升到了六道，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回放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第一场开始了，对手是永和中川圭一，这个肯定打不过的了，但是看看我的这个土主能不能戳中他重要的人物，最好是戳中他的鲨鱼，也许还能有的打，要戳不中鲨鱼就完全就没有机会了，看看是不是能有这样准，因为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单位他们能戳中了，太好了，这样还其实也还是打不过，只不过可能能多耗一下。这个神南飞啊，还好不是100查克拉的，虽然不是100查克拉的也很痛。哎，哇，我这个逗逼了，看差行了，看到那个鲨鱼在另外一行了，这下彻底完蛋了，退出，哎，这是首战不利啊，不过没什么关系，这个没什么关系啊，真的没什么关系，输了我们下一场努力呗。我刚才等到无聊去 YouTube 看视频，这个丑到一个不行，这个好像也是。挺厉害的一个玩家，不过他这个阵容不够强，可能也不是他的第一主力了。我还是这个小迪扔炸弹的那个组合，这个确实是对他有天然的优势。他这个阵容点燃能力是不行的，有一个土主的追打，还有一个净反，但是这些净反就根本就不准呐，不知道净反到谁啊，净反到蜘蛛也是没办法啊。这个我只是跟他耗罢了，其实我就希望对方直接退了就好了，没有什么好打的，就是耗几个回合也是你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你这个回合是的确能把我的蓝都吸完了，我放不出奥义，这个那可是下个回合你怎样阻止啊？下个回合还可以用这个修罗道的一号位，这个基本上打断不到，反正一般的只要稍微的愣一下，我就是不放奥义，你随时神经紧绷，不可能紧绷整个回合的，除非你对我的心理就是特别的了解，不可能的。你看你上来就放了，上来就放，那我就不怕了，就直接丢出去了。这个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怎么养到，哇，太尴尬了，一个暴击的都没有。那个点燃的还是小迪的追打点燃的，这个太因为我那个最好的暴击装备的确是在小迪身上的，人家这个确实比我猛啊，可能确实没有怎么养到，没有死几个单位啊，这个话题就跳过，太尴尬了。这个有四只蜘蛛，查克拉还是够，还可以放开二次普攻，二次普攻之后有定身，这个定身是好啊，有两次机会定身，如果定身到他的人间道和恶鬼道，那就是比赛提前结束，要是定到别人呢，其实也是多耗两个回合。好，定了恶鬼道，这个解状态的没了。这个我念的太准了，说定哪个就定哪个，太厉害了，但是每次都这样就好了。
哎，被净反了，分身被净反，这是这也不太好。哦，对方退了，接着打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西方使者什么什么？哎，我刚才好，是不是他没有带根性啊？还真的没带，哇！为什么呀？雷主不可以不带根性啊！雷主是虽然现在有很多破根性的这个手段，但是这个根性还是这个雷主的立身之本啊。他为什么显得这样强？就是因为他的战力确实比我高很多，不然的话。不可以不带这个根性的，不带根性肯定是不行的。哎，我估计我打不过他，因为我没有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对方是为什么可以越战呢？越战的前提就是你有控制，你可以打断或者限制他的奥义输出。这样你才能赢。你要是我这个土酸奶就是跟别人拼攻防的，然后对方又有结界，很难打的。应该是但是我这个我趁这个机会，这场应该是输了。我趁这个机会思考一下，因为我今天给我这个悠悠我心也买了止水了，买了61片。然后把止水招出来，我想了一个止水的阵容，但是由于下午直播的关系，并没有进行这个竞技场的测试，实际的测试也没有，所以就直接来打斗技了。所以今天这次节目主推的是那个阵容，但是看来前面这些打的都是应该是非常的不顺利啊。这哎呀，死！这个小樱扛不住啊！哎，就算我复活，蒂达罗应该是死了。就算我复活到蒂达罗，也是扔一个炸弹，应该也扔不死的。随便点吧。然后，如果你这样不选目标的话，应该是复活小樱。他是按顺序的，我记得是，可能人家这个攻击力都不给我复活出来的机会，我就趴了。战力高再加上有结界就没办法。哎，好惨呐、啊、失误一大堆，然后又碰到强敌。好，我的原创止水队伍登场，哈哈，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，只是止水加暗无用，然后加了一个暴走明妈，然后对方是一个土三雷的一个阵容。哎呀，希望我的这个明妈能扛得住我。其实我现在的就是想放一个奥义加点血，其实没有想太多。然后明妈的血实在不多了，我就给套盾呗。这个不套盾怕给打死了，给套个盾。这个土主套的这个盾蛮厚的，能稍微的扛一点。你看他。不是很砍得动，没事砍吧，砍了还帮我刷新奥义呢。这个我的查克拉挺多，他的查克拉不多，所以一开始这个三雷的伤害就不会很高，所以我还暂时是安全的。明妈的血量还是属于安全线以上，所以我就没有退。这个对方的这个是昨天啊，熟悉我视频的，就是仙界战场里那个
上山，就是好像是我听朋友介绍是102区的一位玩家啊，15万战力，比我们这个略高一些，放个奥义啊，这盾都打不爆啊，真扛打。这个止水的奥义别着急放啊，那个等他土主行动了之后给他来个后手控，后手控就相当于控他三回合啊。然后哎，还打到了他的这个泡泡糖哥，这样后手控控他三个回合，他就会一直混乱下去。我们这个就当是没有这个土主参加吧。来，再打明妈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明妈在后手控一下奶妹。但是如果那个泡泡糖哥能动的话，肯定是可以给他解状态。那我们就期待土鲁直接定住泡泡糖哥。定啊，没有啊，虽然不是最佳结果吧，但是也还能接受啊，不用担心土鲁，他会一直发展啊，对方已经退了。这个对手103级，哇，这个太欺负人了，18万啊，突破雷影啊，我这太欺负人了。哎呦，还好止水哥是有这个护草使者，不过就算是有也扛不住你们这样打呀。哎，把他的红老师给定身了，这样他加不了盾。得，我好像大家觉得还有希望吗？只要又一口气，哎，有一口气，我给加个盾，绝不放弃。我跟你说吧，又不要死，只要又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有希望。好的，又后手控了他的红，这个好，又还有一口气啊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哎，雷影无限奥义啊，是无限奥义吗？好像不是吧。我先给你来一下，然后止水照一下。哎，这样你就变成打自己了，对不对？赶快锤自己。好的，使劲锤。哎，又套盾了，哇，不要死。哎，要知道我先把奥义放了。算了，这个现在其实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那就只能期盼我土主奇迹般的大树了。哇，真会定的真好。当然定到雷影是更好的。他雷影的运气也糟糕，打到了明妈。不用着急把他的红老师打死，只要上麻痹就行，给他们上麻痹，他们没有这个定身的追打就可以。如果雷影锤到止水，那算我命苦；锤不到那就，哎，你有麻痹无法追打了。好的，我加个盾，给止水哥加个盾。哎，没有，我先给还是给这个明妈加盾比较重要。好的，他这个红老师一倒，他就没有净反了，没有净反，你雷影就不敢随便奥义吧？你奥义，这回我要是控到你，你可是全锤自己啊！你那个拳头可那样猛呢，锤自己人不要紧的吧？哎呀，好痛，哇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，我都替他痛啊！来，明妈再戳一下。好的，没想到啊，我这个越战越的有点多呀。第一次登场的队伍，这场已经必胜了，他没有办法的。好，这轮番定啊，真爽。哎，没一刀居然没锤死啊！不过止水哥给补了一刀，现在都不怕止水哥死了。
石瑞哥活着都是锦上添花，会一直被大树大树栽呀栽呀栽大树。你看一直被定身，没有办法，而且个个是后手控。啊，止水哥不用奥义了，等他奥，万一我定不住他，等他奥义了，我们再奥义他，这不是更好？嗯，这好好强悍的雷影啊，被这么锤都不死，真的好厉害。嗯，哎，我不怕，来，咱们继续套盾。好的。哇，被大树栽死了，好爽啊！这场打的，止水哥真是带来运气啊！那18万的都打死了啊，103级啊，17万，哇，这个有点，哎，本来我是想打他的这个老团的。结果一起手就把他给控了，那我先给你们上个麻痹吧，顺便触发一下30连，啊，套盾，这必须套盾，不然明妈扛不住。虽然是有名的强悍吧。好的，帮我刷新，谢谢你。栽树，栽的不是特别的好，栽老团是最好的。止水控雷主为什么不拍一下啊？哦，就是舍不得自己的那个结界是吧。那你结果我想把它改成一回合的控，他还不愿意，还控制失败，雷主两回合混乱。哇攻击力好强，谢谢你帮我砍了两刀，不然你的人还真挺硬的，我真砍不动。来，你拍，你的权力我是没有辙啊！你一号位又先攻比我快，二号位比我快，那是肯定的嘛，17万战力嘛，我就算同战的也都是全都比我快。好的，我本来是补刀黑飞的，结果黑飞已经死了，所以戳到老子了，这样害我的暗木又着火，真的不爽啊！哇，雷主砍老团呐，砍老，哎，好的，雷主被后手控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老团给自己加奥义了。其实你不应该照顾一下雷主吗？万一雷主死了呢？雷主死了，就算老团不死，那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样老团是不死了，但万一雷主死了呢？雷主死了就完全没有输出了，老子的奥义还要等两个回合呢。哎呀，没有戳到雷主。这很遗憾啊。暗木鼬来，再来一刀烧死他，哎，戳死他。好的，这样你就黑飞起来了。不过问题不大啊，因为黑飞正对的是这个木叶女神，暴走的木叶女神，没什么关系的，来打吧，大不了就是暗木鼬死了吗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哎，对方已经退了。好，真的实现了这个大逆转，在开始非常不利的情况下，破釜沉舟，凭借着止水的新阵容获得了5胜离场。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，我是晶晶，再见。